我叫丁禹兮。晋王府上上下下都是血战沙场的汉子，做不出这种事情。萧庭言，陪伴就和你，你可以，你放柔和一点，你眼神柔和一点，就是来，一二三，来抬头。马蒂尔达你都不知道，这部电影里边的角色讲的是早熟的小萝莉爱上杀手大叔的故事。我知道了，一定又是你那个请人家吃了三年便当，自己只舍得吃泡面，人家最后连你正脸都没见过，还特爱 cosplay 的女孩的。第六名，丁禹兮。时间叮当一声就回到了8:30。哇，没位置了，没位置了，喝茶时间到，那是时间。而今天不是特殊的日子，我们宣布在第二组当中获得了最受欢迎的演员丁禹兮。哇，不流传新时间，抓紧时间赢个漂亮，在这之前需要做到，把被静止变成被拥抱，大声吼出来，大声吼出来。在演员的品格第一季的100多天里，丁禹兮从未缺过一节课，颁发全勤奖。这位同学的考核成绩是90.2分，学期总评分是97.25分，媒体评审团票数是19票，是所有同学里的最高票，排名第一，丁禹兮。祝贺大鱼。我感谢我23岁的时候参加了《演员的品格》这个节目，让我开始了我的活着的人生。